大学假期啱你。展超角色的经典造型配合何家劲先生俊朗正气的外形，只护卫形象深入人心，更加装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宗旨，牢固树立质量为先导、安全为根本、创新为动力的企业方针，以传统医学中五谷为养、顺应四时和世界营养界倡导的全谷物健康食品和药食同源为研制开发的基本理念，坚持绿色有机健康的原则，意志成为健康养生食品行业的领导者品牌。我们前往敬家庄参观，还有机会见到何家劲先生本人的。前往海天堂，由专人带领参观先制龟苓膏制造过程，参观龟和中医药博览馆，了解岭南用药文化、珍贵动植物药材，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稀有珍贵龟板等，包品尝先制龟苓膏，每人一盅价。食全港独家推介椰子鸡火锅宴。传统石磨豆腐加央视点评十大名菜之一清水鸡宴，石磨豆腐是客家传统石磨研制而成，纯手工制，清香可口，百食不厌，是夏秋季节首选的菜式之一。清水鸡被央视点评十大名菜之一，养殖于农家果园，质感自然鲜美，百食不腻。入住惠州博乐万怡酒店，酒店由各栋欧式风情建筑，建筑周围树木苍郁，有湖泊、河流点缀其中，所有房间大有露台，可一览周边秀美景观。观赏客房配备高速上网、平面电视、宽大台和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座椅，倍添舒适。柔软的床上用品让自然生机伴你入梦，令客人每次入住都身心愉悦，恢复活力，创享清晰宜人之旅。此外，设施齐全的健身中心、室内泳池和按摩水池都可以帮助你舒缓疲惫，重拾活力。无论是商务旅行定是休闲度假，酒店都令你获得前所未有的舒适、高效和难忘体验。在酒店西餐厅品尝丰盛自助餐，当季海鲜类、鲜美刺身、优选沙律、腩菜、地道港式烧腊、多款热菜佳肴、精美欧式甜品和新鲜水果等等，令人赞不绝口。电话62844992，你仲可以登录www.biglinie.hk 查询更多旅行团，或者关注大学微信享受最新旅游资讯。安装大学 S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